从青春赛到好声音，他演绎着突破自我的无限可能。如果不转身，我就准备收拾行囊，大理这种我没去过的地方，很向往的地方呢，去住上一段时间。从大病丛生到叛逆洒脱，昔日乖乖女又将如何与父亲对峙人生轨迹的起伏变幻？离家出走也不算，这好像多少得算点。没错，从几分多分？21分。真是个好。敬请收看本期嘉宾姚贝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周四的21:25准时收看《艺术人生》节目。今天做客《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呢，很年轻，但他却拥有过让很多人羡慕的头衔，比如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冠军。但人们再一次的把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却是他放下了青歌赛冠军的身段，成为了选秀舞台上的选手。这些年来，他一直用歌声来表达着自己，生活中呢，他也在用改变演绎着自己的成长。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掌声有请姚贝娜。
好，谢谢。徐军老师好。欢迎你。嗯。姚贝娜。嗯。请坐。好。大家好，我是姚贝娜，我今年31岁。2013年，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舞台上，姚贝娜作为已经出道签约了唱片公司，并曾在青歌赛中获得金奖的歌手，以31岁的高龄参加比赛。他的勇敢打动了很多人，这声音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同时却也因为他专业歌手的身份引发了争议。我跟很多你的歌迷一样，最初认识你就是在中央电视台青歌赛的舞台上。是的，是的。后来又一次的关注你是在中国好声音的选秀舞台上。是。我有一点不解的是，你当走上中国好声音这个舞台之前就已经是青歌赛的冠军了，而且你当时还是专业文工团的专业歌手。对，我记得我第一次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按理来说，我觉得自己是够专业的歌手了，而且又获得了青歌赛的冠军。别人说你怎么会怕呢？应该不可能。我说恰恰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可能比其他的选手要更紧张。所以我出现在那一刻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还是有一些负担的哈，非常大的负担。对，所以呢，也许我跟你挺熟，我在看你第一次走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真的都有点担心。我就在想，那些导师如果不拍怎么办？他们如果真的都没转身，那就太难看了，就我们来说那就死得太难看，太难看了。是的，就是朱哥你讲的这个，其实我当时在后台候场的时候已经跟自己说了无数遍了，我说如果不转身怎么办？其实我想到了，如果不转身，我就准备收拾行囊去，比方说云南哪里的某一个大理这种我没去过的地方，很向往的地方呢，去住上一段时间，就是去放松一下自己，然后重新调整自己。对，但是还好啊，他们转身了。其实这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在你的心里，你给我说实话，你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我最看重的是拥有越来越多真诚的听众，真诚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真的用心在底下听你唱歌的。我不否认他们说姚贝娜你上中国好声音是为了红，那我红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拥有更多的观众和听众。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郁闷期也好，就是纠结期也好，我当时觉得自己唱歌挺好的，可是每次当我经常演出的时候，之前都必须得报姚贝娜青歌赛冠军，或者是说姚贝娜某一个主题曲的演唱者，然后台下观众会没有反应，觉得是他是谁，很多人是这样的。然后直到我唱了一首炫技的歌曲，赢得了他们的掌声。我常常是这样子过来的。但是呢，也有一种声音啊，说像这个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选秀舞台，选出来的新秀明星当时会很红，但是呢生命会很短，是似乎都是昙花一现啊。你有没有想过这又是为什么？或者说从你心底里，你真的就愿意走那样一条，即使是一线，也要做那个美丽昙花的那样的歌手吗？我一直心里在想的，我一定不会是昙花一现的歌手。那你的底气在哪儿？不知道，天生自我感觉太良好。没有，就可能唱歌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活了，在那个舞台上，我觉得我就可以去征服观众。我可能就是有骨子里就有这个劲儿吧，可能。好，那换一种说法啊，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我介绍说，这些年来在舞台上他一直用歌声在表达着自己，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舞台上用歌声表达的那个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或者说你想用歌声表达一个怎么样的自己？我想用歌声表达的是自己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是一个内心非常有激情的人。我永远觉得我有使不完的劲儿，就像说我之前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有的是很古风的，有的是很婉约那种柔女子的感觉，但其实站在那个舞台上唱这种歌的时候，那一刻是我，
是女人的一面，但其实内心里装着的还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自己，有的时候会有女汉子的一面，所以我希望在舞台上展现的是全部的我。哦，我明白了，全部的姚贝娜就是一个多情的女汉子。不是你说的。是的。承认了啊。承认了。女汉子没什么不好。我是多情的女汉子。让你在这儿选择一首能够表达你心情的歌的话，你会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歌？那就唱一个我要的很简单。你要的很简单啊。好。我给的一点都不简单。那来吧。随着姚贝娜的再次走红，她不仅获得了更多的演出机会，还有各种品牌代言，其中成为时尚健康杂志2013年度粉红丝带明星代言人，不仅是因为姚贝娜的明星身份，更是因为她自身的抗癌经历。请继续关注下一节精彩内容。你选择去做这样一件事儿，做这个关注女性乳房健康的宣传大使，是跟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直接关系。对对对，而且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正好是我恢复第二个年头吧。对，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些病痛。对。作为一个演员，作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可能很多人呢对自己外形的要求啊，嗯，会更高，对，也会更注意。所以我们身边呢不乏有些朋友在接受治疗的时候选择保守治疗啊，但是呢你那个时候却体现出了女汉子的那一面啊，干脆彻底，嗯，咱就彻底把它给干掉。是的，啊，何来这样的勇气？因为我听医生跟我说后期可以做的还不错。真的啊，首先不会过于破坏自己的外形。对对、啊、然后医生也是在跟我讲说，其实你一个是年轻，然后呢会有这个复发的可能，所以呢你最好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给全部的干脆彻底的把它清理掉。对，清理掉。嗯，然后我当时非常肯定的说我一定配合您，所以医生特别喜欢我，曹大夫，我记得是他救了我，因为我之前的这个问题还特别奇怪，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去了好几家医院，都说不是，就一直没有确诊。一直没有确诊，但是呢，曹大夫以他的经验呢，他觉得就是不好的东西，而且我自己内心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一定是个不好的东西，因为我长期。从上大学开始就有乳腺增生的问题，那所以我长期呢也是比较注意这块，我妈妈也是总是说让我去检查，所以很庆幸我查出来之后是很早期的。嗯，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哈、啊、你看现在好像得这种恶性疾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对，比如你这么年轻就得了这样的病，嗯，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呀？压力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切皆为天意。因为其实后来我住院的时候，有84年的，有一个83年，都比我小，啊，他们也生了孩子了，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呀。当然可能还是，但是我住院的时候，大部分接触了很多病人，很多左乳的问题的人是听说哈、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听说传说是左乳得到这个问题的人是长期脾气急躁，脾气大，脾气急躁；右乳得这个问题的人是长期劳累。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医生说肯定是逃不掉你的心情。哦，跟心情有直接关系，非常大的关系。所以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对心态，健康的心态 啊，乐观的心态，对，面对生活，对。但是我想，无论是谁，当这样的疾病确认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时候，嗯、都会第一时间不愿意接受。嗯，你是这样的吗？我好像不是，不是。我当然觉得我怎么得这个，但是我好像从一开始就很镇定，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挺有神力的人。完了，真的，还挺有神力的人。不是真的、啊，就是你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你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就是你看，啊、从我发现是我自己发现的。嗯，我当时去了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很好的专家都说不是，按理来说大家都很觉得啊。就不是了、啊、就不是，回家肯定愿意相信那个好的结果。对，我自己就琢磨，我是一个很爱琢磨的人，我自己就琢磨，然后查很多资料，我觉得我这个问题跟这资料上说的是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而且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我之前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属于抑郁期，所以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啊突然一下怎么会到我的身上，因为我当时可以说我当时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是一个很灰暗的人。嗯。啊，就觉得每天很颓废这种，然后就而且经常熬夜，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学编曲，自己沉醉在自己喜欢的音乐里面，与世隔绝很长一段时间。在你得病之前。对。可是我听说你在中国好声音的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整宿整宿的熬夜，对，感觉不一样啊，感觉不一样。你就不怕它再复发了？怕，怕啊。啊，不怕是假话，怕，当然怕，因为但感觉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是觉得快乐。啊，虽然熬夜，但它快乐。快乐，对。不抑郁哈，不郁闷。不抑郁。啊。嗯。
这不一样的。不一样。人们都说大病之后犹如重生啊。嗯。那你应该算是重生了一回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啊。嗯。问的稍微大一点，你对生命、对生活，包括对事业、对名望、对金钱、对亲情，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吗？有。嗯。我之前呢是一个，很对自己要求很苛刻的一个人，当然，所以对别人要求也苛刻，就是说，总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所以我之前会有很多矛盾点。从我的事业上来讲的话，以前呢就是接到一个任务，不爱唱的歌，就自己怎么着也过不去这个坎儿，纠结啊，就不想唱。唱了吧，浑身不自在，然后呢，就想尽办法的，不想去干这件事情，然后就怨天尤人，觉得哎呀，我怎么就改变不了自己的现状，怎么就不能唱自己想唱的歌呢？啊，长期就揪在一起，然后形成了与人隔绝的这种感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姚贝娜这个人很各色，不好接触。对，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愿意接电话的。嗯，害怕有任务找到我。那就是轻度抑郁症啊，那是的。还跟你讲可怕的啊，就是我那个，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演出特别多，就新歌赛以后，就是去各地挣钱啊，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呢是要唱很多自己不是自己的歌啊，坐在飞机上很抑郁，每次呢第一个想法就是飞机掉下去，第二个想法就是我爸妈怎么办。第三个想法是这飞机上的人都跟我倒霉，每次就是一个顺序这么想下来的。我不怕承认我有过这样的一个抑郁期，当然大家不要跟我学。那挺可怕的。但是非常可怕，所以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是那样过来的。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录音录哭了，躺地上不想录了，就是在好像就那个时期吧，病之前的大概一年，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状态，就情绪到了一个真的就不能完全不能自控的那样的。对，所以说我得知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慌张和害怕，我也觉得好像和常人不太一样。坐飞机上都想着让飞机掉下去的人，那还害怕什么呀？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但是就这样。那就要说起来的话，这时候坏事变好事了。嗯，就是这样一场大病，让你一下子从那种状态当中苏醒过来了。是的，重新的开始思考人生，是吧？是的，思考你的现状。是的，那现在得到的，你更愿意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生活？我现在更愿意做到的是充满爱的，也就是说，我看什么都是温暖的，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看什么都是灰暗的。我尤其记得我在休养期间的时候，爸妈一直在我身边陪我的时候，因为之前因为自己的事业问题也经常和我爸妈起冲突，每次都吵得最后就互相就非常的生气这样的。就从我病了那段时间开始，我突然觉得我跟父母亲越来越近，而且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童年，就是那种没有任何烦恼的那个阶段了。我一睁眼我就喊妈妈、爸爸，就是这样，什么都不去想，就是那个阶段，让我重新活过来了。然后呢，现在是当我遇到不是很想唱的歌曲的时候，我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我就是职业，就是这个。对啊，我记住这个。我在想，我可能比很多人都要强，起码来说唱歌是我本身我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在意我是不是给你们表现出本真的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呢？我觉得我如果唱得好听，你们如果喜欢，我就可以去唱，就是这样的。哎，那其实更职业了啊。这是一个职业歌手的状态。对，是吧？其实你的选择不能紧紧围绕着自己，是，你要考虑到受众，对，甚至于考虑到整个社会时代的这种需求，是的，去选择歌曲，对，那看来这一节还是挺好的哈，坏事变好事，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从你们喜欢的姚贝娜身上来吸取，
这样的经验，对啊，而不是到最后自己纠结的也那样了，再去有经验，还是不要了，是吧？这就是你看他说这句话特灿烂哈，还是不要了。嗯，下一句话就是由我给大家做榜样就可以了。是的，是这个意思、啊。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福不一定是福，嗯，祸也未见得就是祸。是的，嗯，是吧？对。那说到这儿的话，有一首歌可以唱了啊。就你那个大家都特喜欢的《红颜劫》，是，是不是可以了？可以了。好。好。斩断情丝，心又乱，千头万绪。谢谢。离家出走也不算。这好像多少得算点儿。有一次考试，十几分还是多分？21分。真是个好学生啊！你刚才说你在得病以前，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想法，嗯，也曾经跟自己的父母呢，有过特别激烈的冲突，甚至于斗争。嗯。我相信有一个阶段一定是这样的，那就是你要离开。文工团，嗯，这个专业演员的岗位，去到市场上闯荡的时候，嗯，所谓离开体制到体制外，嗯，去这个争取机会的时候，因为我认识你父亲哈、啊，我觉得你父亲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挺传统的男人，是，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定特别的反对。我父亲呢还算好，我妈就完全崩溃了，都崩溃。对，崩溃。那么好的条件，已经有了这样的成绩，是为什么要离开？对，其实这也是我要问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断的在给自己，找一些，怎么讲呢？也不能说叫找刺激。嗯。就反正就是觉得我要去换一种生活，换一种感觉，就想去跳出来。想去重新闯荡，这有可能。后来我爸妈也分析过，有可能啊，是我从小啊，可能就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顺惯了，就是觉得从我上小学、初中、附中到大学非常顺利，
没有吃过什么苦。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么回事儿，可能人就是需要一个去找一些这样的刺激。嗯，也就是说从小就没挨过抽的人，嗯，到一定的时候他一定要想办法去自己找挨抽去。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生活的，说好听点就是生活的甜酸苦辣，嗯，你都想去尝试。尝试，对。所以离开了。是。啊，而且很坚决。很坚决。就非要离开。嗯。你想过，你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吗？我之前可能那个时候奋力的想走出来，可能想的就是那个自己希望的一种舞台。嗯。一个舞台。但是后来刚出来的时候，进入了唱片公司。嗯，很多时候都觉得不是我一开始想的那种啊，真的是就是很容易能够跨过来。其实从我的那个时候的身份突然转变到一个唱片歌手，其实对我来讲那个时候真的是很长的一个跨度，很大的一个跨度，很难转变。那走到今天，你觉得你离自己的理想还远吗？不远。不远了。嗯。啊。其实我从好声音舞台走下来之后，我当时已经在想说，其实当时是我曾经不敢想的一种状况。也就是说，收获了很多粉丝，很多贝壳。当时曾经不敢想，我出场前会有人欢呼，曾经是不敢想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那天我觉得我看到这一天，其实我是一个，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不容易被满足的，恰恰是我到了那个点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已经知足了。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路走过来确实是经历了太多，内心的一些斗争太多，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也不能说坎坷吧，就是也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觉得自己，我觉得我现在很珍惜我现在得到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嗯。我觉得此时歌迷应该有所反应哈。1981年，姚贝娜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知名作曲家，而母亲则是歌唱演员。耳濡目染下，姚贝娜从小便显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极高悟性，并很早就得到了登台演出的机会。说真的，刚才这个影像啊，要没人告诉我那是姚贝娜的话，我以为是陈方圆小时候的啊，那打扮哈，那种感觉。嗯。那唱了一首什么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那是一个录像呢。啊，是一个录像。是一个电视台的录像吗？电视台的录像。嗯，我记得好像是元旦不，还是一个某一个节日唱给老师的歌。其实我觉得姚贝娜挺幸运的，因为你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父亲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你呢好像就是顺着父母的某种思路啊，像你刚才说的，对，一步啊，顺着他们的这种思路就开始，嗯，顺顺当当走过来了，很顺、嗯、所以按这样一个轨迹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你应该是个乖乖女，但是呢你却说你是一个挺叛逆的人。其实我是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从我12、13岁开始就叛逆了，估计。嗯。对。那个时候在我爸妈面前当然是很乖的了，但是。装呗。对，一去学校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你回忆一下，你长这么大做的最叛逆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我做的最叛逆的事情，欺负同学不算哈。
欺负同学不算，那谁都欺负过。嗯。谁欺负过呀？还有什么？嗯，离家出走也不算。这好像多少得算点儿，尤其是女孩子离家出走，这还不算呢，多危险啊！嗯，那就算吧。最叛逆的呢？就是离家出走。好像我还真没出过什么大格。我们今天有当事人在。嗯。我们有请这个当事人上来来证明一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姚贝娜的父亲姚峰先生。女孩的话。啊，因为什么呢？来，我随姚贝娜啊，我随姚贝娜来叫您朱哥，是吧？叫朱军不礼貌，叫朱老师也好像不太对。我刚才想了一下，应该随姚贝娜、朱哥你好，姚哥你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您刚才都听到了啊？听到了。嗯，我问姚贝娜，我说你做过的最叛逆的事儿，啊，用现在年轻人的话叫做过的最逆天的事儿，啊，是什么事儿？他说是离家出走，啊，您觉得是吗？我觉得也是很可怕的，我是当事人。你是当事人？那当时我去找他。那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就离家出走？那是我记得是数学成绩不好，有一次考试，嗯，啊，二十多分多少分？十几分二十多分？二十一分。考多少？二十一分吧，二十一分。真是个好学生啊！怎么没回来？着急了啊！骑个自行车，沿着武昌啊，武汉的武昌啊。学校到处找着，怎么都找不着，我绝望了。啊，回到家说没找着，一会儿上来一个人，啊，满脸都是土，爸妈在那，不要，叫自己回来了。对，灰头土脸的就回来。对对对。啊，这才叫灰头土脸的回来了。灰头土脸回来。啊，这是在你印象当中。对。小的时候做过这样的事儿。对。但后来我知道，其实让您最生气的根本不是这个事儿。其实刚才我听了贝娜讲，我还好，他妈妈是。他妈妈。妈妈。哎。他是通过几番抗争之后啊。对。最后没办法，你们还是妥协了。对。那我特别想知道，当时您跟他妈妈为什么会妥协？必须妥协。必须妥协。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在部队啊，我觉得真不容易进去了。后来我知道是当年，除了部队的院校的毕业生以外，他是唯一的一个，从这个地方院校进部队的。嗯。非常不容易。对。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他妈妈和我都有少年时候、青年时候的一个梦，就想当兵。嗯。朱哥当过兵，是吧？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梦。啊。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没能当成兵，所以贝娜，啊，能够到部队，是我们的光荣，全家的光荣，全家族的光荣，都很兴奋。其实你们觉得在他身上也实现了你们梦，年轻时候的梦想。对对对，你像他这个好几次反复吧。嗯。其中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回深圳，我们俩，我跟他妈妈去送他，送他以后呢，他已经进去了，忽然转身，回到我们身边，说：“爸妈，我听话，我不离开部队了。”然后他妈妈非常激动地抱着他，我也抱着他。哎呦，终于懂事了。三个人都流泪了。啊。转身进去了，我马上跟他妈说，我说他还会变的。果然变了，坚决要离开。对，这个知女莫如父啊。啊。那肯定会变，果然就变了。为什么必须？基于两点：第一，我觉得我女儿是很聪明的人；第二，她不会乱来的。是。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有他的理由，他有他的理由。这样，我们准备了一块黑板啊，哎，我们准备了一块黑板，准备了一些姚贝娜不同阶段的照片啊，待会儿呢，你们父女俩呀一起完成一个任务，我们来看一看所谓的人生拐点，以及父女之间对未来选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些变化的。好不好？好，我们全当是一个游戏，好吧？好，好，来，有请。您就把他这个照片上每个年龄段你对他的希望，您把它写下来就行了。啊，明白了，好，明白了吗？明白了，好。是这个是吧？嗯。健康。弹弹钢琴。精彩。啊啊，这做到了。对。
与其说这是姚贝娜的父亲姚峰先生对女儿的内心的期望的话，还不如说是他看到女儿这些相片得来的感受。对对，期望的没期望没有期望。真正的期望，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除了把歌唱好以外，还应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好，那来姚贝娜。你看这差距大了，这父女这差距太大了。小的时候父亲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健康漂亮，结果人家自己就一个字吃。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父亲觉得他应该学点本事了，弹弹钢琴，人家也一个字玩儿。更大一点的时候，父亲觉得哎，向着少女进发了哈，马上进入花季，开始应该有点健美的身材，人家还是一个字儿玩儿。到再大一点的时候，父亲觉得女孩子还应该更多的保留自己的童心，但是人家这时候追求已经不一样了，需要美丽啊。那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性别的概念了。嗯，我爸说的。这是上附中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让他当一个好的声乐的学生，人家就一个字儿，酷。啊，什么好的学生不重要，要酷，是吧？到部队，进入部队文工团以后，父亲要求他要当一个好的歌者。这时候开始统一起来了，唱，好好唱。而再往后，走上中国好声音舞台之后，父亲觉得震撼，而他觉得这个时候才是我随性的。哎，其实我觉得可能要求不一样，但是我倒觉得这个挺好的。慢慢的，你看妇女呢开始越来越近。对，这正像是刚才我跟姚贝娜我们一上来的时候聊了不长，聊到跟父亲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是一样的，说原来老是在抗争，对，后来因为一件事儿改变了，现在觉得除了亲还是亲。嗯，那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跟内心的这种愿望诉求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挺好的，祝福你们妇女。谢谢啊。嗯，黑板上一直扣着一张相片。哦，我没翻过来。哦，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了。嗯，这是现在的姚贝娜，或者说是又一次改变之后的姚贝娜。这张照片面对的可能是未来。我想请问姚贝娜的父亲，嗯，姚峰先生，嗯，如果让您非常郑重地给这张照片下边也标上一个注解的话啊，您会写什么？我会写，来吧。我想天下的父母莫过如此啊，都会写上这样一句话，只是希望他更好，明天会更好。其实我想跟他背后的公司想请求一下啊，这个通告不要那么多，多休息一下。那作为父亲啊，您除了要希望他休息之外，我想再多加一句，你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来支持女儿的事业？一如既往吧，
因为一如既往吧。一如既往。哎，因为我从、啊、我刚才谈到了，从他我见到他，他大概生下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我见到他那一眼，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感觉，就是爱。我想天下的父亲对女儿一定是一样的。好，小贝娜，该你了。我写。其实开心听上去很好，嗯，做起来很难，嗯，您要以什么样的姿态真正的开心？我觉得这是我想知道的。我觉得我就是在想说，没有太多的欲望，慢慢就会寻找到开心，就会找到开心。嗯，没有太多的欲望，嗯，就会找到开心，这个听上去很有道理。嗯，但如果反一下的话，没有欲望可能也就缺少了前行的动力。嗯，怎么平衡呢？嗯，没有太多的欲望，但是有，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也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不要想着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就是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好，这也是我希望的，努力争取啊，顺其自然。所以我们期待呢，姚贝娜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给我们演绎更好听的歌曲。不过既然父女同台都在舞台上，又是声乐老师，他们俩要不合作一个好像说不过去，对吧？怎么样，跟你爸爸一块儿给大家唱首歌，唱首我们家乡的歌，龙船调。好。在这里四十年呐，哎呦喂，没忘我去拜年呐，何为金那银儿锁，银那银儿锁，那羊角角嘛，嫂嫂银那锁，啊嫂嫂银那锁，没忘要过火，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嫂子你把多办呐、啊，没娃你心上揣，啊为呀做，啊为呀做，将俺们推过火哟喂。二月里是春分呐、啊，咦哟喂。没娃儿去踏青呐、啊、喂，金那银儿锁，银那银儿锁，那羊角角啊，嫂子银那锁，啊嫂子银那锁，没我要过火，是哪个来推我嘛？还不是我来推你嘛？嫂子你把多办呐、啊。心上揣，啊喂呀坐，啊喂呀坐，将俺们推过火哟喂，啊喂呀坐，啊喂呀坐，将俺们推过火哟。哦